University. I'm exchange stud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忠孝国小儿童剧团以一口流利的英文卖力演出，模样十分可爱逗趣。高雄市打造中小学校园口说英语环境，普及双语教学。市长陈其迈与中山大学、文藻外语大学校长共同宣誓，高雄市双语教育创新方案将于110学年度上路。那有关这个双语课程还有这个外语人才的培训基地以及国际人才的一个交流计划，三大的新的计划在今年度正式启动。那这个当然也结合了我们跟台美之间的在于这个双语教学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基础。因为教育部也选定高雄，包括我们的文藻、中山两所大学，针对这个外语人才的一个培训。陈其迈表示，双语教学营造英语友善环境，推动所谓沉浸教学，对小朋友在学习语言，尤其是英语非常的重要。这次较特别的部分，就是邀请外籍师资或是外籍生来跟小朋友一起玩社团，借由学才艺，还有各式各样的社团活动，由外籍老师可以直接与小朋友在生活里学习英语。这一次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比较特别，是简单讲就是请我们的外籍的教学助理，或者是这个师资或者是这个我们的外籍生来跟我们的小朋友一起玩社团，比如说喜欢玩篮球，那就有篮球英语；喜欢玩桌球那就用很多的这种语言，让他觉得说他在他喜欢的活动里面也能够学习到这个英语。会逐步达成2030双语国家政策。教育部与高雄市政府、中山大学、文藻外语大学合作，在高雄设置双语教育培育基地，培训全英语教学人才。而高雄市双语教育资源将全面普及到全市348所学校，覆盖率可达100%。记者潘志光，高雄报道。